记者会开始。好，我们这次邀请了四位帅哥美女来为大家来展示我们这一次16岁我们所赠送的礼品哦。好，我们现在首先要先挂牌，每一个要参与16岁的年轻朋友都要接受挂牌成为我们做16位的开始开始。好，那么现在我们的年轻朋友要背着我们送给他的背包，戴着防晒的抗 UV 的帽子，带着他的背包要走向我们16岁这个活动的里程。在我还没有介绍第二个，他已经跑到第三个了。第三个，我们会到我们会带着我们的年轻朋友坐着船到福尔摩沙参加闭幕式。来，那我等一下的，不是还有一个受证没有没有，好，来。好，江夏的大家感恩谢后朋友年轻的帅哥美女呢所拍照，鼓励一下。好，那么我们现在邀请我们的市长跟我们的主委来到我们的成功启航前。来，市长。好，来，少一位。好，那么我们现在先请我们的主委为大家支持。好，来先一比较小的，一比较帅气的照片哦。注意最近陆来陆老摆 pose 啊。最近他是电视红人啊。你来的 YouTube 来对我亲自看到他的风门啊。我们开台天后公文办了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哦。所以呢，咱每一位主委的资金出镜率不比市长，我们市长出镜率也很高，主委也不错。啊，这个高点啊！好，好了吗？好，来，等一下，我们讲的是我们下来的请来的主委我们的卢主委为大家来讲几句诶。咱市的大家长，咱黄的黄市长咱民政局的副局长，在座遮所有委员。咱安平区的区长，以及咱特首邀的副局长，以及遮在座的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好。今仔日是咱2023年，咱台南市市政府民政局安平分所，也安平台台田乐宫共同主办，由咱安平开台天乐宫文化基金会来办这个2023年这个成人礼的这个记者招待会因为这个2023年咱办这个成人礼，就一样一来由咱市政府来主导落去主办这个活动了后，是每一档的人数拢一定。每次都是爆表爆表因为我一家未使所以嘛是确实我欢迎你们来参加今年呢，咱成人礼这个主题就是成功启航穿越福尔摩沙那个迈向国际因为咱这个安平早期咱即块台湾的岛就是福尔摩沙，咱嘛计划伫16岁来受咱迄个天上圣母伊个遮神明甲加持了后，因个人生有搁个无共款个一个奋斗安尼。阮台湾市市政府就每一单都拢有做计划个人生选择希望因大家听出有自信。有信心对咱的社会以后来做国家的栋梁、中坚分子，
但是咱国家奋斗，这是阮台湾市政府啊，跟平龙江这新闻吼，共同的加班，啊，希望吼咱这个2023年的这个成年礼吼，一旦这活动一旦圆满成功，多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我们主委。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的市长黄市长为大家致辞。好，谢谢，感谢咱的阿明刚才听了江罗主委啊，林总干事以及各位美感。啊，现场那个卢冠国议员哈、哦，还有蔡淑慧的秘书，还有李美燕的秘书，林依婷的秘书啊、哦，还有周家伟的秘书，沈振东的秘书啊、哦，还有没有？美燕的秘书有，我有介绍啊、哦，还有分黄林俊宪的曾秘书，还有张丽萍、周丽君的蔡秘书啊、哦，啊，那个气温叫黄温九调，啊，以及那个布里调、九里调。好李票五李票各位李票啊，以及各位和平友啊，民政局我们吴副局长，安平区的大家长肖局长哈、哦，各位和平友啊，大家早安，大家好，好，各位美女帅哥哈，今天讲欢喜呢啊，咱2023年台南这大会安平开的天桥宫，咱的啊介绍的记者会，十六会欢喜，这十六会欢喜，大家知影。以过去十六岁的成年啊，所以现在法律规定哈、哦，刑法是18岁啊，投票权是20岁，但是咱十六岁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哦，这个懂得比我们还多哦，营养比我们还好，所以16岁成年啊、哦、一点都不过分，所以呢，希望啊、大家这边来，这是不但是一个民俗，也是一个鼓励，也是对现代的现状一个。啊，很深切的体认，祝福我们今年的16岁活动圆满，各位好朋友，各位帅哥美女，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各位，谢谢啊，谢谢我们的市长啊，我们先生，我们先生，下面的下面队，哎，因为我们市长等一下要啊，等一下先离开，我们先啊，请我们的主委市长。好，我们签名哦，成功启航，穿越福尔摩沙，迎向国际啊！这是咱啊，咱所有咱台南市的市民对咱所有的年轻朋友的愿望哦，我来当呢，把咱台南的文化，把咱台南的精神，拢会当带向国际哦，带向国际，穿越我们美丽的宝岛福尔摩沙。好，我们站在船头再拍一张好吗？哎、欸，来，家人，好，来，看前面，来，高脚，哎，刘静儿，不要紧，好，麻烦姐，